什么东西还可以看电视呀？哦，这是一款智能语音网络机顶盒，这款设备它可以让你终身不用去交有线电视费，它能够让你免费收看全国各地的9000多个直播频道，看一下央视、卫视、地方台应有尽有的，而且最新上映的电影、电视剧用这款机顶盒都可以在线免费观看，24小时实时更新，新老电视都能安装。翻酷黑武士啊，四腿升降款的吊箱，然后搭配的是狼图002的五件套，这是安装后的一个效果，然后特别漂亮。顾客加装了一个，就是说一翻的这种金鸡快挂。今天给家人们分享自吸粉碎机，全自动，无需人工弯腰上料，五谷杂粮、花椒、辣椒一次成粉，干净卫生。内置沙克龙除尘，无烟无尘，不伤肺。喜欢的点个红心，加个关注，感谢。2020年，乘坐式履带旋钢机，手握操纵杆，轻松把活干。主机标配带有旋钢、除草、开沟、回填，可选配打药机、施肥机，前边可以安装推土铲，一机多用。喜欢的给我一个关注。晨曦的